嗨，大家，我是亚威小 Peter。今天呢，就是2020年的9月25号，礼拜五的下午，差不多6点钟了哈。晚上呢，8点钟呢，又要出车，到纽约那个方向去。啊，那昨天礼拜四中午回到家里，所以啊，休息没多长时间啊，不到两天时间了哈。但是不到两天时间，但是啊，那完成了很多事情。一个，我的车啊，我的私家车啊，那个小车哈、啊，昨天我自己动手修好了哈，所以呢有点小成就。那非常的就是舒服啦，心情也比较好。那今天呢？那我也到了华人街那边呢，去买了什么东西的、买了一些瓜子，买了一些，这些瓜子啊，这瓜子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包就是一包啊，这样呢，就开车的时候呢，啊，你听听新闻啊，再吃点这个东西来说呢。啊，就比较有都提神的作用啊，不然的话呢，你开车的时候呢，你就看着前方呢，那就会发呆的，因为晚上你没有很多车嘛，有些路啊是真的啊，就你一台车在开啊，所以呢啊，你一定要吃点这个东西啊，吃点这个东西呢啊，那就好像就不怎么困啊，所以每一个开大串的司机呢，他们都会边开车边吃东西啊，这样啊，那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呢，就没有吃东西的话呢，啊，结果真的是有点发呆啊，开车发呆，所以有这东西。当然，这个瓜子来说呢，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说呢，就是比较燥热啊，但是没办法了哈、啊，那也买点瓜子吧，少吃一点了啊。还有买了一瓶那个酱油啊，这个生抽，李锦记这个啊，这个东西用什么呢？就是我在车上煮饭呢，因为我现在不吃别的面包这些东西了，就是煮饭吃啊，煮饭吃呢，那我也带了鸡肉啊，什么那个瘦肉啊之类的东西啊，肉类哈，刚刚我就是煮饭的时候呢，把那肉放在电饭煲那里之后，然后最后拿点酱油，这样呢，啊，味道还挺不错。也买了一些鸡蛋，那这个鸡蛋呢，在美国来说呢，啊，一块钱，2、4、6、8、10，12个，啊，12个鸡蛋就反正就是1块钱美金啊。鸡蛋还是在美国来说呢，还是划算的。那每天呢，我都大概吃2到3个鸡蛋啊，就是也是放在电饭炉那里煮了饭之后呢，煮熟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鸡蛋给放下去啊，那个啊非常好啊，就是我也喜欢吃鸡蛋啊，鸡蛋最好的啊，这鸡蛋哈、还有另外买了一个辣椒，红色的辣椒啊，这个辣椒，这个也是在车上吃的啊。这个也是在车上吃啊，但是这个也不能够吃的太多、啊、不过有时候呢拿来开胃，下那个叫什么吃饭的时候呢啊，放点酱油啊，这样呢那开车的时候呢，那吃饭啊，这个东西都是自己想吃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就是去买一点这些酱油啊，还有盐啊之类东西。那基本上也是要开4.5天，这次我出去要开4.5天时间的。那有了这些东西啊，那就很放心了，没有就不用带其他很多东西，而且呢水之类东西啊，都每个加油站那个超市啊都有那些热水提供的哈，所以连这些矿泉水啊也不用带了哈，最多带2瓶矿泉水。那还有一些比如一些提神的饮料，那我也放2-3罐啊，这个有必要的时候呢就喝啊，那都行了啊，基本上啊，那今天呢也准备出车啊，休息啊。
所以洛杉矶卡车司机生活哈，就这样了。上次开了5天半时间，回来休息了1天半，没有1天半啊，就是那1天多一点啊，所以这次休息的比较短，昨天晚上，喝了2瓶啤酒，那今天晚上啊，本来。也可以在家里呢啊，可以悠闲悠闲啊。我以为明天礼拜六中午才出去的，结果呢，我的对方打电话过来，他说今天晚上要去了啊，那没办法，那还是继续的啊，去跑长途了。生活就这样了，生活，一个月呢，我们一般跑四趟，一个礼拜，所以现在时间也过得非常快。你看，今天已经25号了，那还有几天就是国内的国庆节了，国庆节还有中秋节也很快到了哈。那这一趟出车，那回来的时候，回来是礼拜3或者4吧，那就是。10月1号了，就是说，这趟车我们到外州去啊，到纽约那边，再从纽约回到洛杉矶，那就是10月1号，那就国庆节了，国庆节啊，中秋节啊，这个月就10月份就到来了啊，所以一个月我们开4趟车呢，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呵呵啊，不知不觉吧，我6月份开车啊，现在也开了4个月了，不知不觉，所以。有时候开车1年也很快，我有时候我跟那些，以前一起学车的啦，毕业出来之后他也开车，他比我开的还早，他一毕业就马上2月份就开车了，你看一转眼差不多了哈，所以1年也很快，也很快到2021年了哈，就是还有三个月。那11月份呢，就天气比较冷了，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有些留言说他是纽约那边人，下雪天很危险，很多老司机呢下雪天都不敢开车的，都是在家里休息几个月啊。那我想呢，那我看看是下雪天怎么个样啊？要是的确是啊。非常危险的话呢，那还是在家里休息，或者换别的县，就是说，没有那么下雪的地方，比如中部地区啊，这有些地方呢就不下雪的，那可以去。不过我看呢，不是危言耸听，下雪呢的确是地上比较滑，有时候你自己不撞别人，人家可能也会碰你，所以这个也就是老司机不敢开，那我没有开过冰天雪地的车，就是在那些环境下开车，那这个不要掉以轻心了哈。不过现在，洛杉矶的天气呢就不冷不热了。上一趟到外州去呢，那也是天气也差不多，也好像蛮好的哈。那可能要过了10月份之后呢，就慢慢凉下来了，凉下来。那还有。就是说还可以干1-2个月吧，看情况啊，所以要觉得累的话或者不行的话，那可以在家里休息啊，这个我想都是比较自由的啊，所以灵活性啊，在美国呢也没有说是那个签什么合约啊要干多久的啊，你自己怎么想干多长时间呢？你自己有个预算，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每一趟去啊，就每一趟拿钱就行了。一般我们的来，我是第二公司，这个公司还挺不错。就是说今天晚上我到车场，那就有支票给我啊，都是很准时的哈，就在车场给支票，然后这样还好。有一些公司呢，就是，老是说，压着你的工钱呢，不是不给，但是
就好像说没钱啊，有一些是这样的啊。但这有些公司还好，有些老板还好，他们也知道，我们开大串的，就是开了车都想拿钱啊，钱到自己的口袋里啊，那就是自己的，啊，不到自己啊，不是你拿不到钱的话，你有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开车也是打工的啊，各有各的难处啊。但是老板能挣钱也开心，我们能挣钱也开心，就这样，大家合作就愉快啊，就是所以在现在我们在这个公司来说呢，那还算是还不错啊，也能够及时的有可以拿到自己的自己的工钱，就是每一趟车多少钱啊？但有些人问，一个月多少钱呢？这个很难说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有些说6000块钱以上，那个都说不准。有些3000多块钱一个月啊，有些4000，有些5000、6000、1万，看你走什么地方，而且老板给多少钱，你没有固定的啊，没有固定说有多少钱啊，你情我愿，你要干就跟老板干啊，不愿干。那我们呢也可以离开，就都这样了。所以这个钱的东西反正我也知道有1万块钱一个月的，不过对我来说我是不会挣这个钱不休息的，每天都开一个礼拜，每天都开车，那种真的是有没有必要？那所以每个人就要看自己。的情况，你觉得身体好了，还有为了家庭啊，为了怎么样，或者供房子啊，为了买房子啊，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人哦，或者供了房啊，他就会想我怎么去更好的公司，更多钱啊，经常就是跳来跳去的，所以流动性很大啊。也有一些呢，你开的这个开这个公司的，也有一些认识的人打电话过来问你要不要到别的公司去干呢？钱会多一点的怎么怎么的都很正常互相的都想找一些比较熟手的就有些老板请人嘛，都喜欢找一些比较熟的熟手的、可信任的安全的去请这些司机，这段时间还是旺季旺季，所以你到什么地方，现在随便都可以找到活干，一年12个月，不会失业的，做这一行，所以也不分年龄多大，没有分年龄多大的，当然有些老板喜欢，最好就是40来岁。不要偏大，因为有时候夜班呢，你有一些上了年龄的，可能夜班可能吃不，就是不一定能够胜任这一行就是有时候晚上嘛，晚上要就是你的体力啊行不行你的精力旺不旺盛呢就有口考量但关键你要是70岁，你还是能开车还是能够像年轻人一样的体魄，那也不会失业，因为这一行还是很缺人的，很缺人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也说嘛，有些人怎么考去考大串，那可以去考不管你开不开，你花2、3千块钱，你把那个驾驶证给考了，不会有错考了也不开行，开就开至于英文嘛，你说英文不好，那很多人英文不好，那我也英文不好，那都是不是都是可以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真的没有一般有些时候是被迫出来的逼出来的东西这个死记硬背。死记硬背，很多到了50、60岁的，基本上那个记忆力都不怎么好的了，那还不是一样记得了？所以说，不懂英文呢，学不了大卡车，这个都是
都是说不过去的。70岁、80岁啊，都能够，背得了东西啊，只不过时间长一点啊，也不是说年轻人记性就很好啊，有些年轻人啊，记性也背了也忘，背了也忘啊，这个。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讲方法的，特别上了一定的年龄的话，那成熟了，那理解能力很强了，那讲不定记性还更好啊，并不是什么说年轻人的专利就是记性啊，记性。好，我看看时间，像哦哟，现在已经6点多了哈，我还要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啊，大概7点钟，那我就要出门呢，出门到车场去，大概也是40分钟左右吧。所以我为什么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在这里呢聊聊天呢哈，也是一种记录生活，我们卡车司机，我们洛杉矶司机啊，就这样休息啊，怎么在家里怎么生活啊，怎么的然后再开车啊。疫情期间我们没办法出去，没办法说去喝喝茶啊之类，本来呢我都会怎么休息啊，怎么去什么地方啊，都这种也是一种我们休息天啊，怎么生活怎么过啊，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就这样。但是在这里呢很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我的国语来说呢可能不一定说得很准啊，表达上可能也不一定十分完美啊，但是啊，慢慢来吧哈，慢慢，现在说的国语，越说也会越溜的啊，慢慢的也会好啊，所以就这样好了，现在我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